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原本应该要上课的兰苑却怎么也坐不住。专心，蓝忘机敲了敲兰苑的手心，说道：“蓝湛，就让他出去吧，他的心思不在这里。”魏无羡靠在一旁笑着说道：“你太宠他了。”蓝忘机看着得了许可，欢快离开的兰苑，对魏无羡说道：“你若是不宠他，会答应？”魏无羡挑了挑眉，宠孩子这事，他可不能一个人背锅。 你说的对，蓝忘机关上门，抱起魏无羡就往房里走去。蓝忘机，你干什么？魏无羡被吓了一跳，问道：“补上昨天的？”蓝忘机脸色平静，耳朵却红得发烫。蓝忘机，你还记不记得蓝氏家规，不得白日宣淫？魏无羡有些惊恐地喊道：“没办法，这妖刚休息了一晚上，还没休息够呢，又来。刚才蓝忘机说的是补上昨天的，对吧？” 那今天的呢？难道也要一起？完了，他要死在床上了。父亲，爹爹，我回来了。蓝忘机刚帮魏无羡清理好身体，外面就传来了蓝苑的声音。蓝忘机有些无奈，看来今天的要等到晚上才讨回来了。回来了，蓝忘机看着浑身脏兮兮的，但是脸上却洋溢着笑容的蓝苑，额角狠狠的跳了两下。 父亲蓝苑看着蓝忘机有些害怕，不敢抬头去看蓝忘机。嗯，你爹爹身体不适，睡着了，我去做饭，你去洗一下。蓝忘机眉头紧皱的看着脏兮兮的蓝苑说道：“是。”蓝苑乖巧的点点头，等着蓝忘机给他备好水以后，自己去洗漱。魏无羡醒来的时候，天都黑了，蓝苑正跟着蓝忘机在隔壁背书。魏无羡浑身疼的不想动。 心里暗骂蓝忘机是禽兽。等到蓝忘机带着蓝苑吃过饭以后，蓝苑便要跟着蓝忘机一起进卧房思追。你今日要自己睡。蓝忘机扯住蓝苑的衣领说道：“为什么？”蓝苑不解的看着蓝忘机：“你长大了。”蓝忘机道：“昨日为什么可以？”蓝苑问道：“昨日特殊？”蓝忘机道：“好吧。”蓝苑垂下头，有些不情愿的往自己的卧房走去。 蓝忘机回到房间的时候，魏无羡正靠坐在床头，手里拿着一本书，看得正上瘾。醒了，蓝忘机脱下外衣，坐在床边，伸手去扶魏无羡的脸。蓝湛，我腰不舒服。魏无羡蹭着蓝忘机的手，可怜巴巴地看着蓝忘机，只希望这人今晚上能放过他。我帮你揉揉。蓝忘机抱住魏无羡，手上的灵力运转着，轻轻地揉着魏无羡的后腰。 魏婴，今晚不困了吧？蓝忘机轻吻着魏无羡的脖颈，问道：“嗯，睡了一下午。”魏无羡点点头，总觉得蓝忘机的问话有些不安好心。我先去洗漱，你等我一会可好？蓝忘机问道。好，魏无羡点点头。虽然过完年就开春了，但是此时的天气还是有些冷。蓝忘机洗漱完以后。 就上了床没一会，房间里就响起了魏无羡的怒骂声：“蓝忘机，你个混蛋！”蓝湛，你放开我！”之后便是一夜春光。这边魏无羡和蓝忘机以及蓝苑的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小日子，而另一边的清河聂氏此时正陷入了一场悲伤之中。几日前的金氏清谈会，聂氏宗主在金陵台走火入魔，差一点砍伤了亲弟弟聂怀桑。以后。 暴体而亡。大哥聂怀桑此时伏在聂明觉的棺木上痛哭。怀桑，别伤心了，仔细身体。想来大哥也不愿看到你现在的样子。金光瑶一脸悲戚的站在聂怀桑身边劝解道：“是啊，怀桑，节哀。”兰曦臣拍了拍聂怀桑的肩膀，眼神有些隐晦的看向金光瑶。折腾了一天，半夜的时候，一道身影敲响了聂怀桑的房门。二哥。 快进来！聂怀桑此时哪里还有白天悲伤的样子，拉着蓝曦臣的手臂就进了房间。大哥，蓝曦臣刚进房间就看到坐在房间内的已经死了的聂明珏。嗯，曦晨，你觉得如何？聂明珏坐直了身体问道。虽然掩饰的很好，但是眼底还有些兴奋的情绪流露。蓝曦臣沉声回道：“大哥，明日就要下葬了，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聂怀桑有些担忧地问道：“到时候大哥提前从棺木离开便好。”兰溪晨道：“不对，我觉得他不会这么简单。”聂怀桑沉下脸，摇摇头说道：“他们害我不就是因为我挡了他称尊的路吗？还能有什么？”聂明绝不在意地摆摆手道：“大哥，小心无大错。”兰溪晨也觉得聂怀桑的话没错，便劝道：“行。” 我便在棺木中多等两日。聂明珏虽然觉得两个弟弟大惊小怪的，但是也没有直接拒绝。聂明珏下葬以后，聂氏的动荡在蓝曦臣和金光瑶的帮助下平静了下来。就在聂怀桑和蓝曦臣以为聂明珏安全了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有人到聂明珏的墓。为了不惊扰幕后之人，聂怀桑和蓝曦臣只能带着人悄悄地跟在后面。 看着一群人把聂明珏运走，聂明珏毕竟是装死，他的感官还是存在的，所以当有人把他运走的时候，他是懵逼的。这特么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他都死了也不放过他？聂怀桑和蓝曦臣一起看着聂明珏被运到了金氏金陵台比较隐秘的小院里，小院里没有灯光，看不清有多少守卫，也不知道聂明珏会被怎么样。 一时间，聂怀桑和兰溪晨都有些着急。我有办法，西晨哥哥，你想办法探一探院子。聂怀桑考虑了一会，对兰溪晨说道：“你注意安全。”兰溪晨知道聂怀桑虽然武力值不在线，但是脑子在线，只是叮嘱一声，便让聂怀桑去了。时间不长，金陵台就传来了聂怀桑悲惨的哭声：“三哥，三哥呀、啊，你要帮帮我呀、啊！” 兰曦晨在暗处看着，没一会就有一个金氏子弟急匆匆地跑到了小院里。时间不长，金光瑶就带着几个人从从小院离开了。兰曦晨看着金光瑶离开后，又等了一会，才悄悄地往小院摸去。小院里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动静，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荒废的小院，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兰曦晨依旧没有大意。 小心翼翼地往小院的屋里走去，正屋里只有一个简单的书架，没有其他的东西。蓝曦臣觉得金光瑶的秘密肯定很大，不然也不会藏得这么隐秘。而且蓝曦臣隐隐觉得金光瑶的秘密金光善肯定是知道的，不然金光瑶也不敢动用这么大的一个小院。蓝曦臣在屋内找了许久，一点一点线索都没有。就在蓝曦臣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听见院子有动静，兰溪晨急忙躲起来，透过缝隙往外看去。借着月光，兰溪晨看到有两人从院里的水井爬出来。兰溪晨顿时觉得金光瑶真不是善茬。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没想到暗室竟然在小院的水井里。看到院子的人出去了，兰溪晨才小心翼翼的从屋里出来，往水井边走去。 刚准备下水井，兰曦臣就感受到一股冰冷的怨气从里面奔涌而出，里面的声音也隐隐传了上来。二哥怎么样？聂怀桑在金陵台外见到兰曦臣急忙问道：“先离开这里。”兰曦臣脸色沉重地带着聂怀桑离开了金陵台。他总觉得事情越来越大了，他好像有些对不起忘机了。二哥出什么事了？聂怀桑有些着急地问道：“快去找人！” 赶紧去救大哥，晚了就来不及了。兰曦臣语气十分的着急，与聂怀桑一起连夜召集了兰聂两家的附属家族以及不满金氏的小家族，准备夜袭金氏。而此时的金氏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金光善没了。当兰曦臣和聂怀桑带着一众人闯入金陵台的时候，金光善的身体还没有凉，金光瑶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现场。 就那么被众人抓住，兰溪晨带着人从小院的密室中救出了聂名绝。小院里面的密室简直就是一个人间地狱，惨不忍睹。